자, 캐릭. 캐릭. 자제. 大家熬早，今天日足欢喜，要甲大家来探讨啊，咱叫做制度建立甲内部控制，这用讲一个机关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拢爱遵照所定出来制度啊，啊，搁爱来做内部控制，所以讲，希望大家，咱阿伯啊，拢是政府的官员，咱的医生一定爱用到啊，人民这方面。啊，一定要用到成本效益分析内底。我定下咧讲，一块要做两块用。然后这个观念，咱政府一定做了足好咧。所以讲，咱初级班啊，拢一定要上这个课程。吼、哦，咱讲一个制度的建立，啊，甲啊，就说伊的迄、那个，无论啥物制度，啊，制度若建立了后，一定爱安怎？有个执行，执行了后，啊，过来接落来，就是要啥？要爱做内部控制，一定爱做出有效率，啊。做出来，人民的感受，这足重要的。好，啊，咱来甲大家探讨的今日要甲大家所讲的有这几点。咱第一点甲第七点，咱先来讲制度那。较快方面啊，咱一般啦，一定的条件下啊，会来完成这个，来讲政治啊，政治方面的制度啦，啊是经济方面的制度啦，甚至于啊，社会制度甲资本制度，每一个国家。中国，因讲因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伊讲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所以讲一个国家的定位，你来选择的是你来选什么？中国邓小平讲，咱我爱伊。社会制度看到苏联遐大，后来一夜之间垮掉了。中共伊家己我会惊呢，伊有可能一夜之间会垮掉无？我会，吼、哦，唔是讲未。哦，依照这个咱的观念来讲，吼，因为这个经济啦，足重要。即马大家的老百姓拢爱啥？有诶讲啊，我食会饱就好啊咧。哦，咱遮认为讲啊，咱遮政府所实施的对老民人民吼、哦，人民吼、哦，足痛苦的。但是讲啊，我都食饱，啊，都会得过就好啊。啊，实际上啦，每一个人拢爱有家己有理想啦。啊，今仔日感谢同心来遮参加咱的台湾民政府的授训，这大家拢有理想，是毋是啊？
安尼咱民政府一定会做了足好嘞。啊，互大家啊也遐拍拼，有诶为花莲来，啊，有诶为南部啊，拢啊各方面坐车来，足甘心啦。有诶坐车都爱四点外钟，实在大家足甘心，为着未来大家子孙，大家来共同拍拼。啊，这是公益啊，遐咱讲狭义的吼，咱有较细方面，伊这就是咱甲讲做啥啊？工作的制度啦，好啦，财务的制度啦，啊是休困啦、作息啦吼，啊甲教学啊，这种类似这个较小方面的，这叫做较细。所以讲，大的那甲咱一个国家拢讲啊有。宪法，咱所在讲有宪法，啊，才过来去定各种的法律，吼、哦，啊，比个同款，因为定的宪法，吼、哦，啊，才来有跟各州啊，因爱的法律，家己过来定，吼、哦，啊，这就是，员工还是制度啦，啊，那较细细上下班。啊，规定这那是一个，讲咱二八车啊，工时二八车爱挂这个啊，这个牌啊，啊，这个牌啊是啥物？这那是制度啦。好、哦、啊，所以讲制度就是安尼演变啊出来，大家来遵守啊，照这个来做。啊，咱即摆过来看。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啊，制度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爱所有的成员来遵守办事的规则，甲啊行动的准则，这就是制度啦。每一个啊同心啊牌啊，搁转来，那挂这个牌啊，拢会滴搁转来吃。来遮住，吼、哦！啊，秘书长安尼交代讲，恁若惊国外转来，恁无当住，恁会使来遮住，但是爱甲六瓜饭费安尼就好，吼、哦！啊，所以讲国外的乡亲啊，即马啊，若有足济国外转来，啊，我足感谢啊 ，LA 的同心转来吼、哦，啊，我转去勇敢。到宣传讲，咱来遮受训，啊，若拄啊有转来，啊来遮看看咧，吼、哦，啊有这个受训过的同心，拢有这个牌啊，啊咱用这个牌啊，会使入来遮来遮住，吼、哦，啊，这人甲啊大家啊，因为这个所在那是咱中央会馆，那家己的厝，吼、哦，啊。咱过来讲，制度的目的是要完成任务啊目标的保证，因为咱定这个制度，就是定出来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这个目的会达到无？这就是会达到，啊，就是讲啊，一个保证的方式啦。啊，过来看讲制度的本质啊，制度的本质是啥物？制度的本质就是讲执行力啊，甲目标的保障。吼、哦，制度定落来，咱就爱有这个执行。啊，执行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吼、哦，啊，这咱所谓有这个制度啊。但过来，制度啊是一个交易啊，做协调啊。的保障的机制、哦、主要是利益啊分配哦，啊，这就是讲，那定的这个制度，应该咱敢讲，我讲一个，每一个州，因应该定一个因的州的制度啊，因的办法啊，甲定出来啊，伊每州
不一定爱拢同款，因为每州爱发展家己的特色。哦，那敢讲，像咱即马啊，地方政府啊，唔是啦，每一个县市拢咧啊，小抄啦、模仿啦、小抄啦，伊也要办宴会，哦，遐咧办宴会，遐咧办宴会，讲全台湾省啊，台湾每一个县市拢咧办宴会啦，安尼敢对？所以这足爱去检讨啊，所以讲咱那民政府执政了后，各州啊爱规划讲，我这州的天然资源哦是啥物？我要发展多一个方向，甲各州家去研究定出来。你爱行出甲无同款啦，每一个州爱行出的特色。所以讲，凡是几月份伫这个州的活动啊，活动了，搁刷落，搁啊一个时间。个啊，听讲台中州活动了啊，台南州活动了啊，再来高雄州啊，依照各州的特色啊去规划，这来定出这个制度啊，这就是主要啊，爱了解每州的天然的资源啊，会无同款啊，啊来发展，无拢同款哦，这州哪里？做啥物？吼、哦，即就讲哦，咧炸田单啦、啊，炸田单吼、啊，咧迄个咧放炮啊吼、哦，大家知影吼、哦？炸邯郸吼，炸邯郸鱼吼，啊，迄边啊咧炸，迄边啊咧炸，迄边啊咧炸，我即摆讲个咧啥？咧叫做八做迄叫做啥岛？哈？系啦，咧唱。唱歌啦，吼，唱歌啦，唱歌。讲咧唱歌，遐咧唱歌，遐咧唱歌，遐咧唱歌。安尼，大家阿爸阿妈拢无趣味去。吼、哦，应该爱发展各区各地所在，以前的历史是啥物为主？依照因的历史的观念，或过因的迄个较早迄个。先人所留出来这的活动，来遐研究，啊来创出因的特色。哦，啊这我好啊，大家了解吼。阿伯啊，恁可能到州里面去工作，啊，也可能我伫中央工作，啊，恁都要去思考，要安怎来发展，吼，啊来规划。哦、中央若办的，啊，州就卖办；州若办的，中央就卖办。哦，卖讲浪费吼，浪费这个。哎，啊，咱的了解吼、哦，浪费资源啊，实在讲到这足伤心嘛。两枚开两亿。3000万，迄啥物？大家知影无？啥物？梦想家啦，真正两暝尔开2亿3000万，啊，这拢是啥物？拢百姓钱，啊，有咧控制无？各单位。哎，咱政府机关有医生，啊有啊审计的制度，拢有发挥出来无？这，予咱足痛心哈，予咱足痛心。咱人民交的钱，杀咧我父母，啊，这就是流氓政府啊，加。甲咱的观念差足济咧，实在差足济咧。所以讲，咱即摆要讲内部啊控制制度，那是
必须爱做到的。啊，咱有内部管理的制度，内部管理啊，制度定出来，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做。哦，这就是讲内部管理的制度。啊，内部管理的制度，咱那要了解讲啊，咱车头咧讲啥物？内部管理的制度啦，就是企业内部人事啦、技术啦等等遮的哦，咱来处理。啊，佫有一个甲费用有相关关系，就是啥物？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因为开销啊，拢甲啥会计有关。哦、所以讲管理内部管理的啊控制制度，那爱阁有内部会计的啊控制制度，啊，这拢爱经过啊，那会计部分啊，拢爱啊有关会计的规章啊，甲制度的规定啊来做，啊，这就是讲收钱的袂使计较。计较的人袂使收钱，这一定爱拆开，哦，爱拆开，哦，啊，这那是一个控制。咱较尾啊，会来提出一个个案来给大家做分析。咱即卖要来讲内部控制制度设立的原则，哦，内部制度啊。设立的原则，啊，咱的设立的原则啊，第一就爱有合法性的原则，吼、哦，合法性原则，啊，来就是全面性的原则、重要性的、甲有效性的原则，啊，甲制衡吼性的原则、合理性、甲适应性、甲成本效益的原则。哦，即咱会使讲，甲列到啊八点，啊，咱分别来说明吼。讲、哦、合理性，内部控制啦，爱应当爱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啊，甲有关政府监督部门啊。来监管的要求所定出来啊，啊，这所定出来，拢爱经爱符合到这个法律，好、哦，这啊，这个啊叫做合法性。你那是制度定出来无合法，这个、制度无效，好、哦，甲法律抵触无效。所以讲，这呐爱大家知影吼。啊，过来讲全面性的，全面性的，这里面啊，这就是讲，你这个制度定出来，面顶的人是不是也我爱遵守？叫啊，面顶来遵守，无论大家讲爱大牌啊，都爱大牌啊。好，这就是爱甲大家讲，这就是涵盖吼。决策层面、甲管理阶层、甲全体吼，那讲学员吼，拢爱遵守全面性的吼，而且我爱让大家知影。过来重要性，内部控制啦，爱兼顾到这个全面的基础哦，全面吼的基础啊，咱。针对着重要的业务甲事项有风险啊，做高风险的领域啦吼，啊来这些环节采取更为严格控制啊来实施，这就是讲重要性啦，咱爱切确保啊无存在啊重大的缺啊缺陷啦吼。啊，咱这就是要甲大家讲，这个
咱定这个制度有伊个重要无？啊，若无重要性，啊，家庭个无路用啦。这就是讲啊，一定爱了解。过来有效啊，有效个啊，有效爱合这个叫做合理个保证，啊，甲有效，啊，甲及时纠正吼，啊，及时啊来纠诶。究竟啊，甲来处理的，这就是讲爱有效啦。这，咱定的制度啊，那是无效，根本也无路用嘛。啊，大家一定爱遵守哦。啊，这定出来啊，安尼在实施，啊，搁有人在做。啊，无有诶讲定出来，啊，拢无在做，安尼等于啊无效嘛。等于定出来这个制度啊，属于无效。啊，甲咱讲制衡啊，制衡就是咱因为一个制度的咧设立的时啊，拢要分工啦，吼、哦，主要拢要分工。啊，若要分工吼，啊，要发生啊，来发令啊，这个效率搁较好，啊，就是权责分配，吼、哦，爱有科学的合理性，哦，啊，这个权责的分明啊。啊，双方啊来啊做啊，迄、那个约制吼，制约啊来做啊，甲任何人啊，明有这个啊超过这个制度啊有特殊的权利，咱啊联邦政府啦，几乎拢有特权的存在啦，啊，所以。特权的存在，我啊，伫遮咧上课，我甲大家讲，阿伯啊，咱的制度要去学先进的国家，吼、哦，学美国，吼、哦，来学日本，吼、哦，啊，总理也咧讲，咱来会来学纽西兰，吼、哦，甚至。新加坡较好的制度，咱来学习。我话直直强调吼，直直强调讲，一般公务人员休困的时间，你若有你。公务车一定爱做公务用，你官员伫外国有诶拢两台车，有私人有车，公家办代志公家有车，你袂使讲休困诶时间卡油啊，即等于卡油啦，用公车你。处理私人的代志，这就是不对。所以，为咱的理念提出来，为讲安尼有可能，咱讲出生甲大学毕业，咱那执政以后，学费拢政府来负担，政府一定爱培养人才。学校训练出来，一定有这个专长，唔是即马讲170几间的学校啦，啊，甲我咧无学生啦，吼、哦，这就是爱改进，大大的改进的所在。啊，有话即马大学出来讲，唔知要找啥啦，前两届的报纸。我去看到讲，高雄啊，那个英大出来的要做啥？大学生找无头路，才去自杀啦！大家有看到这个报纸无？第一版的吼，伊无足明细的，但是第一版的，所以讲，这就是。
什么情形，咱一定要安尼做，咱培养啊，这个教育要一定设定读册免钱，你若爱读册来读册，吼、哦，但是因我有这个啊专科的制度，那你嘛讲唔是啦，高中毕业大家拢读大学啊啦，吼、哦、啊实际。工专啊，这等于拢直直咧无去啊啦！这间学校什么技术啊大学，技术大学，你着创专科就好啊！你即马创一个技术大学，哦啊，即马挂大学类，文学院啊咧设啊，毋是有诶，可能大家毋知了解无？咱即马台湾内底啦有。技术大学啊，甲普通大学，所谓普通大学就是后尾无挂讲技术啦，这两字啊，遐技术的原则应该拢是迄个职业的，啊，职业的你都去学职业，你后摆唔只有一技之长出来去吃头路，起码唔是啊，拢改大学啊，拢创一个院啦，三院啊，加一个大学。啊，有诶讲啊，我要五个院，搁来创一个啊管理学院，啊创一个文学院，我即个教出来拢无啥路用啊，是安怎？你无一技之长啊，无家己有专门啊，要找道路足困难诶，哪有可能讲啊，互你无专长啊，头路互你？所以大家要了解，以后咱可能教育的改进是咱足大的目标啦。吼、哦，啊，这我若有兴趣这方面的吼，啊，我各州若有啊设这个啊，算讲教啊，咱会我成立教育大使啦，啊，教育。听啊，拢有设立啦，吼！啊，这里大家若有这方面的专长吼，啊，才大家来斗拍拼。啊，咱即马过来看，哦，这里足重要啦。啊，咱大家小就看卖咧吼，大家小看卖。因为我来讲，这个足重要。政府甲人民收钱，是毋是这样的钱，一定爱用伫刀口上？啊，若要用伫刀口上，咱成本效益的原则啊，一定爱了解，吼、哦。安怎？你讲，内部控制啦，爱保证内部控制有效，吼、哦、有效性。啊，有效性的前提下，爱合理评估成本甲效益的关系，啊来争取啊合理的成本，啊来实现啊来更有效的控制。咱即马要讲，就是讲成本效益的概念啊，成本啊，这个效益啊，爱大于成本啊，我才会使啊来提供有这个价值，有这个价值才会使来实施啦。啊，讲到这啊，咱足重视啦，咱足重视这，咱的。可能公民权利法案，大家来骗一下。桌顶，咱有一本。哦，咱即马大家来献好无？这足重要嘞吼！爱大家来献啊，咱的公民权利法案来献啊，大家献吼。哦
拢有啦，大家拢有一本吼，来现29条，现29条，有找到无？29条安怎讲？我简单啦吼，因为内底我说明了真清楚，我简单啊来讲，讲这29条啦，讲吼，安尼讲啥？都宽职机关预算编列的原则啦，这个原则啊，爱依啥？一本笔的大小排列优先顺序啊，这里、哦、一本笔、哦、这里大小、哦、排列优先、哦、优先顺序啦，啊来和这里参议院甲众议院来审查啊。那么今呢，这里审查爱个依照啥？依照税出概算所采用的财务支出的计划，啊，伊的吼二本的比例啊，小于一的时啦，啊，这都袂使执行啦。就一本比小于一的话，袂使上信啦。行政单位，你要编这个预算。你就要先做这个工作，先算出来，啊，这算出来效益都小于一，啊，歹势退行。啊，咱即卖的医生是安怎变？咱即卖有诶医生吼，顶年的医生拿来抄啦，啊，今年搁甲加几趴落去，啊，偷偷的搁去哦，啊，搁去哦，做面顶安尼议员安尼，啊，议员大家都啊画帕拉克啦，这个什么人要做，这边什么人要做，啊，先都啊画画嘞，无有这个规定啦，咱知影讲。这个弊案，防止这个弊案的发生啊，咱事先把这个权利啊，咱人民权利法案啊，给定出来。这主要要来防止什么？蚊子馆，大家知影蚊子馆无？蚊子啊，蚊子馆吼、哦、是。每一个乡镇以前啊，对对，他说每一个乡镇都要一个怎么样活动中心嘛，吼，活动中心嘛，啊是集会所啦，啊，把政府钱乌白开的，哇，无得用啦，啊，搁底下咧啥，期望啦，啊，搁维修咧。啊，搁编偌济钱，啊，到尾就啊，请家己的人啦，啊，雇员啦，吼，啊，遐样是啥？啊，亲戚朋友啊来上班啦，啊，叫因遐来，啊，都啊领钱啦，所以这就是足悲哀的。咱以后绝对编预算，咱大家就清楚啊，吼。那咱啊，你负责这个单位，你要爱做这个预算，你家己去算算嘞，看有下咱29条无？那有下29条的规定，恁才甲编出来；无下29条的规定，拢要提出来讨论啦。但是我有例外。唔是无例外，我要看，要互恁看29条，伊也写甲足清楚。有诶讲，这是政策，一定爱做。
对人民一定好处的。啊，虽然效益无遐大，咱也是爱做啊。啊，当然，这都是个大家来讨论，再来看安怎来执行，安怎来变。哦，啊，这都爱甲大家讲，是毋是咱民政府所做的代志，咧变这个公民法案啊，台湾人啊，那个人民权利法案的时代，就是有够去考虑到这问题。这我足感谢咱的同心扎局，咧变这个权利公民法案，送去美国去，美国。第一摆看看，把你推倒转，无下伊个意思，叫人阁改改咧。第二摆阁送去，阁把你拍倒转来。伊讲：恁哪会拢唔知影这个观念嘛？咱台湾内底有两种人。唔是讲你伫遮住五六十年，这个土地都是你的咧。你住一百年啦，同款啊！你奈拢无了解这个代志，又搁改改咧。原煞咱这内底是住两种人，啊，要安怎？啊，变啊，搁要公道。美国讲安怎？袂使哩，这块土地无同款的两种人要来公道，哪有这个理由啊？所以讲，我要甲大家拜托，摕到这张身份证，甲大家讲，啊，请大家来签。台湾政府身份证，这那是美国甲咱改台湾政府身份证，所以讲咱大家啊，爱了解，咱一步一步要做什么代志，拢因我咧甲咱指导，啊无哪有遐搞，咱咧今年甲即马有啦，即马民进党诶，即马选着主席诶苏贞昌，伊讲伊若要去美国设一个办事处啊啦。啊，咱是啥？美国指导咱讲，恁爱来遐设一个办事处，咱设遐久啊，因即马。民进党才去想到，我所以讲伊讲差足济啦。啊，这张就是证明啥物？咱这张才会使来决定台湾的代志啦。有这张的人啊，来决定台湾的代志，唔才会使来做公道哩。阿拜，真正。有要公道的时阵，啊，大家都爱有这张的人才会使公道啊。安尼大家唔知了解未？这本我足辛苦，送去美国去，搁转来，送去美国去，搁转来。大家一定无相信的啦，讲恁咧乌白讲。啊，这实际上我迄阵啊拢有参与啦，所以我足清楚。吼、哦，啊，我直接甲大家讲，这本实在拢是按照咱发这个身份证，那是按照《权利公民法案》来，伊遐有规定，大家详细看，尽量鼓吹，有个人讲。好，那我爱做台湾的，我爱讲台湾政府啊，迄、那个
第二啊，第二位的陈水扁总统，啊，去用掠军，大家讲哇，什么地啊？一个电视台讲，伊要来救啊救啊，迄、那个做啊扁啊总统，直直喊，直直喊，大家落来捐款，啊，直直打，直直打，讲要啊一挂粮草，要来行啊总统府，要来行街路，啊一挂啊做啊米糕，嘛要一挂粮草。伊甲咱台湾人的风尖、甲的办法，拢唔对啦。目标讲要救，实在我看伊咧爱遐个做啥，讲来点光明灯啦，啊，打一挂啊红纸伫遐，讲哦，啥物人管我，啊，啥物人来管，啥物人来管，拢要救阿扁，方法拢唔对。若要救阿扁总统，叫大家来办这张，这是上正确的方法。希望回去，你若真正要救阿扁啊，你去甲因讲，拢来请这张美国交代，咱这张若达到650,000分。大家来请，安尼阿扁啊，若无做，应该出来就出来；若有做，袂讲去军地加价，掺一挂药啊来好食啦。安尼大家唔来听有无？希望大家爱努力。甲一寡讲真正爱阿扁的乡亲，赶紧来办这张。啊，要办这张安怎？实在足方便。咱报纸也看遐济啊，各区拢有电话，直接叫大家甲敲去，讲你要来申请公民身份证。啊，咱同心阁有讲，咱。台湾人民都有安怎？有一个小贪啊！啊，恁执政了后，阮才来办，阮也免遐紧，是毋是啊？请你来者，你来，请你来玩来遮，甲世界的一个乡亲来讲一下吼。因为讲到遮吼，啊，甲咱这拢有加减关系吼。你讲介绍。申请这张身份证的时候，人安怎讲？啊，你安怎甲讲法，予大家知影这里。世界上拢在看。谢谢。因为我吼，我回去吼，我就鼓励大家讲来办咱这边政府的身份证啦吼。我讲吼，因为政府就要换人啊，因为咱台湾人爱有咱家己的政府，咱才咱有咱台湾人的权利。啊，我讲爱办身份证。啊，后边咱民政府接权，啊，身份证先生会换，迄当阵再来换就好。我讲迄无共哦，人若讲先接政权先接到啊，对无？人要发福利嘛，为有身份证的先发，那有可能大家拢共款，讲迄先办甲后办是差足济，我就该讲安尼，谢谢。安尼大家了解吼，咱这同心是足甘心。所以讲，咱在座的若有这个心，一定会完成。啊，若惊讲真正爱阿扁的人，赶紧要救阿扁，先来办这张啦，免去行街路啦，对唔对啊？咱头拄啊，咱咧讲。遐个啊原则吼，啊，咱即卖要来讲方法，吼、哦，要来讲方法。内部控制的方法啦、啊，吼、哦，有即几点啦、啊，啊，咱有六点吼、哦，啊，咱我来说明一下吼。迄、哦那个做职权分工的控制，啊，职权分工控制，啊，甲授权的控制，啊，预算的控制。
会计系统的控制，内部报告的控制，啊，甲绩效吼，迄、哦那个绩效吼评估的控制，哦，咱有这六点，啊，咱来说明吼、哦，一点一点来说明。啊，这个这啊这款分工的控制啦，就是那个讲职务的分工。吼、哦，啊是岗位的分工的控制，啊，咱所讲的啊，职责分工的控制啦，就是现代内部控制的核心啦，的内容吼、哦，啊，这就是啥？无一个机关，惊讲一两百万啊，诶，怎啊？伊会惊讲员工。有一百人，啊是啊，员工有两千人，五万人，政府那同款，啊，拢有遐济人，安尼要安怎？拢啊是一定爱有一个制度，啊一个啊职责的分工啦。好、哦，咱这个单位那有分啊，咱秘书长啊，咱总理。哦，啊，咱各大臣啊，因的职务是咧创啥？啊，因要做啥物，拢我有分工。安尼依照伊的职务啊来做。吼、哦，啊，这就是咱控制的要做啥核心啦。吼、哦，啊，这个内容把定出来。啊，来分啊，咱过来有。这头头也是业务方面，啊，那经济业务的处理的时啊，这就算讲财务上处理的时啊，那是爱有分工，管钱的人、管销的人、管迄个做啊资产的人，哦，这个不就是资产嘛？管资产的人，拢爱分开来管理，来定出这个制度，啊，这个制度啊。拢爱有啊记录伫咧，即咱拢爱有一个记录。啊，过来讲授权的批准啊，啊，真侪人讲恁台湾民政府啊，啊，无下。民主的理念啦，伊的想法是讲，咱的代志啊，拢安怎，大家来举手，啊来投票。我按那安尼时啊，问题就足大咧。大家唔在乎了解讲。建国党创建国党创党的时候，创党的时候，人才足济，讲博士百几个啦，参加建国党。啊，到尾安怎？建国党即摆有听到无？无啊！啊是安怎？大家知影无？无清楚嘛吼，即着讲，有个人阁爱民主啦，啊，民进党的一挂人讲，因也要参加建国党，因一摆来讲，因要参加一千个，我建国党讲，哇，足欢喜啊，好啊，你一千个，迄、那个。交参加的费用，啊，去报名的讲啊，一千个名单给你，啊，一百二十万，啊，才交出去。因讲参加了啊，一个月后才会使执行因的迄个会员的职务啦，吼。
啊，一个月后要求开会啦，转去燕山大饭店去开会啦。开会讲临时动议啊，讲要甲建国党废掉啦。大家临时动议提出要建国党废掉。啊，大家因一千个投票都通过啊咧，安尼建国党就怎么？安得刷去啊！假设咱即马呐讲，咱大家会员来上课了，讲啊，我的会员，我会员啊，拢要来投票。啊，恁大家想了安怎？安尼也使，咱这叫做咧革命嘛，是毋是？所以讲，咱阁是。美国军政府来甲咱指导下一个台湾民政府，军政府有民主无？政府军的政府，啊那秘书讲，因遐个阿兵哥讲，我们。那边去打仗已经打得那么厉害了，我们去打也是送死了，我们不去了，大家表决好不好？啊，你大家清楚不？所以在这我要跟大家乡亲讲，那不是要走入独裁这个制度。咱那是接到啊，建款了后，一步一步，以前咱讲蒋介石来时，伊那讲啥？讲是军政时期啦，啊，再来什么？宪政时期啦，再来什么？宪政时期啦，啊，一步一步讲，咱。现在那是同款，咱接受美国军政府的指导，军政府讲你安怎做，咱就安怎做。咱要用的人，拢报去予美国，予美国讲这个好，啊，回来咱就认命。现在。咱那有来，咱有一个叫做啊，迄、那个决策小组，决策决策小组啦，决策咱内底那有组织一个决策小组，决策小组有21个人啊来做决定，但是这无标决咯。这你有意见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个绿色的啊，绿色啦吼，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啊，会使参加来的。实际上我拢开放，大家若要来参加拢欢迎。啊，有诶绿色的，就是讲你爱来啦，可能有关系恁的代志。这个绿色的绿色在吼，在啊，动心嘛。我20几个啦，什么代志我足公开啊？实际上，咱家无什么秘密啦，所以唔只讲欢迎讲安怎，你国民党诶，若要来受训，我也欢迎；民进党诶，你要来受训也欢迎；啊，台联党诶也欢迎。无党的啊，欢迎！啊，那共产党要派来，咱介无怨无仇，田无沟，水无流，一点啊，介因无关系，咱也欢迎。但是受完了，希望
你若会接受咱的理念，咱足欢迎伊来参加。好，啊，若收完了，你莫去遐甲咱诽谤，甲咱扭后脚，咱拢会接受。如果讲你去做对不起咱民政府的代志，后摆甲记录起来，执政的时再来算账。啊无，咱甲资料转互 CIA 安怎咧执行？啊，就请 CIA 处理啊。宾拉登是安怎处理的？去要走的代币，这点要讲给大家知。希望有心来吃，来到打拼。你若要来吃，搞一些对不起民政府的，你以后家己就爱去受这个恶果。在这，我爱甲大家讲，我。甲世界诶，咱诶乡亲讲，咱遮拢是传播，所以要互大家知，吼、哦。恁若要受这个啊恶果，恁家己去受吼、哦。啊，要做代志爱家己负责。有诶乌白讲，啊有诶啊那个啊拢咧批评咱遮，咱足辛苦诶。咱真正是天佑台湾，秘书长讲，咱若要用钱就有钱，啊实在，敢有大家讲，欸，咱大家来捐钱哦？无啊，华盛顿 DC 的办事处，你即摆甲敲一个电话去，闹人咧接电话啊。啊！迄什么人出钱？我无也无出钱啊！安尼大家足清楚，吼、哦！啊，这拢是天佑台湾。咱计划十二月二十要过来日本，要过去啊，我们。靖国神兽卫灵，迄个时阵，顶年咱甲靖国神兽一边讲，咱要一百个要去参去卫灵，要去参加祭拜。因讲，恁会去拍唔对的无？迄款足奇怪啊！咱甲写一百，伊讲你会。加一个零无，安尼你就知。咱讲无啦，无加一个零啦，一百个啦。开放报名讲百五个要去啦。因遐我足感动，特别开放来听，佮特别。尊咱哦，因有照因的仪式，从头起讲，哎，拢按阮的仪式，伊讲无要紧，咱家要求讲，咱要有师傅啊，出家人师傅啊，要去用咱的仪式来甲咱的这的亲人39,100的。台湾亲人做，因讲好，我尊恁用恁的仪式破天荒啦、啊！你知影？台湾民政府拢在写历史啦，安尼是毋是写历史？哎、欸，你要来遮吊牌？教阮的仪式啊，阮遮有导师，阮遮有阮的制度啊。哦，恁来，恁有这个要求，对哇、
因受伤的那掉啊，恁遐诚心诚意，一百个面一百五十个，啊，你用恁的语文，恁的修道人过来遮，要上经，哦，当然也是准，咱遐有诚心诚意去啊，拢也准。过两天后，咱去要天王大个所在啦。啊，是安怎？咱会去拜天王，去甲祝寿，是安怎？美国甲咱讲，迄两张相，咱挂伫遐迄两张相，咱因个诶，因互大家内底有遐两张相，迄两张相安怎来？大家知影无？唔知啊？唔知我介绍吼，咱美国有关单位叫咱去设办事处，咱去设了，啊，叫咱讲举办一个酒会，甲美国四大家族各有关部门的人邀请来成立酒会，因有关的人。上咱迄两地掉伫遐，一个奥巴马先生因太太徛伫边啊，你看到无？嘿，好，迄两地人吼，哦，我看，快紧啦，应该阁麻烦伊来做歹势，吼、哦。迄两地就是奥巴马，啊，阁迄地啥物？迄个叫做啥物？大同桥吼，讲恁土地所有权呐、啊，伫遐啦，吼、哦，咱有查来有查来的人吼、哦，看到知影，这两个啦，这两个照片啦，啊，甲咱讲啦，讲咱就爱去叫天王啦，啊，所以讲咱唔则去。去天王的生日，咱去啊，啊去啊，甲祝寿。咱上头去啊，伊遐有两道关卡啦。咱行到第一个关卡，伊讲啊，恁这鸡啊，拢袂使带入去。咱有迄只鸡啊，讲袂使带入去。啊，袂使带入去，咱甲讲，咱。在台湾要来遮间接受呢，阿公阿阿都袂使带入去，干那日本国旗会得入袂了啦。咱甲讲阿无你去问天王看卖咧啦。佫无话句讲，会使了，会使你啊啦，恁这会使入袂啊啦。这是毋是咧写历史？这哪是在写历史？这叫做什么？第一摆破纪录，从来日本天皇接受干那一本啊，一支日本旗尔。即马咱这支旗啊，入去甲天皇的所在，所以要甲大家讲。今年，那有要参加，大家要去啊写历史的人，我着紧报名。咱定是两摆，哦，两摆，顶回定一摆，变一百五十个。咱这回定两摆，那要有意思，一生内底要写历史的人，好、哦、把握。这个时间安排各方面，吼、哦、啊，有兴趣的人，那咧报名，咱的网站丢出来，当心有要参加，啊，就赶紧报名。但是有一个规定，咱出去一定穿乌西装，吼、哦，咱服装一定穿西装，所以。可能要
做一束西装，吼、哦，大家拢穿西装出去，足庄严，啊，我足代表咱的精神，吼、哦，真正咱出来了后，美国讲，恁在日本的表现足好，实在咱的活动，美国拢在看。唔是无，所以要甲大家讲，吼、哦、啊，即个代志吼，啊大家我会知影吼，啊咱即马国公都转来，啊咱即马国公都转来，啊，因为这授权吼，这都是大家。好、哦，这个前者，这个代志吼，这咱有什么有，因为有权利就有道责任啦，哦，啊，这是相对的嘛，吼、哦。好啦，啊，咱这个要做授权批准吼、哦，什么人会使做什么事，啊，这有权利道责任吼、哦，啊，伫授权的要做范围内吼、哦，来办理有关经济业务啊，承担这个相应的。经济责任甲法律责任，好，啊，咱来，好，啊，头拄啊讲过啊，预算控制啊，咱编出来这个预算，啊，都爱根据这个预算，咱一定爱达到这个成本效益、成本效益啊来做，好，啊，这预算控制啊，拢是用这个。数字啊，数字来迄类吼，啊，这咱哦过来会计系统的控制吼、哦，啊，这都爱确定啊，咱我会去讲到，这拢爱迄个遵啊依照吼、哦，遵照吼、哦，这个会计法啊，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来啊做这个啊规定。吼、哦，啊，这那这个规定啊，会充分发挥啊会计系统的控制的职能，吼、哦。啊，实际上啦、啊，真济代志啦，拢会使用这个会计啊，这个金额甲这个细，迄、那个细节啊，来查出来，吼、哦。啊，会计系统啊，主要。有包括这个啦，吼，有这个，就是咱爱有健全内部会计管理的迄个做规范啊，加这个监督啊，吼，这个制度啊，科目吼啊，加内部的科目吼，诶，会计政策，咱这个会计政策的是咱遐接过来讲吼，咱确定后会遐接过来讲，啊，遮咱。个只吼，啊内部报告的控制吼，这就是讲内部控制是啊来编这个各种内部报告啊手段啊进行这个控制啊。对外报告伫管理中啊，则啊很难满足吼、哦、这个管理这个当局的需要啊。这就是讲咱甲大家讲啊，伊这个要求啦。因为时间上吼的关系，咱我无卖个啊讲遐详细吼。啊，因为这 PowerPoint 吼啊会使给大家啦，大家若有需要吼，我会使啊，咱甲去咱同啊迄、那个同心遐，咱同仁遐吼去啊。啊，一个咩啊，可以一个啊，伊看会甲你拜托，甲你转一个无吼？啊，咱因为还有头要过十外分吼，啊，咱话讲较紧一个吼，较重要，咱话个讲较紧吼。啊，这个绩效考核的标准吼，拢是爱啥？爱有一个绩，迄、那个指标吼。啊，得分基础啦，这啊，一般现在管理啦，拢以数字啦。
听讲有诶讲要来评估各单位诶表现，阿爸拢会用几点、几点、几点，可能现在美国迄个驾驶员。那犯规，伊拢会扣几点？扣几点？啊，加起来一年来扣几点？啊，会使阿伯车无爱互你驶，啊，拢有这个规定嘛？哦，啊，咱会得模仿吼，那、哦、是会安尼照这个方式。讲啊，每一个阿伯建立这个制度了后，讲每一个州，哦，每一个州的发身份证的数量偌济，好、哦，啊伊。介绍人来受训的人偌济，啊，这马上就会使安怎，就会使算出来嘛。吼、哦，啊，有诶讲，啊，你若要较客观诶，讲爱依照人口诶比例，惊讲啊，我即个州才500万人，啊，当然我诶人口量较少，未使讲哦，台北州有300万人。哦，啊，一个是啊，做1000万人，所以讲伊迄个比例要定的这个迄、那个分数，啊，应该都拢爱有这个差别伫个咧。哦，啊，这就是爱有一个啊科学的标准啦，吼、哦。啊，当然这爱。公平性跟客观性，啊，明确性跟具体性，哦，啊来，哦，一致啊可靠性、民主性跟透明性，哦，这啊和、哦、标准吼、哦，咱再来讲吼、哦，啊，过来要讲有关企业，哦，那爱重视内部控制，啊，才会管理人员的选择，吼、哦。啊，过来也发挥内部心计的机制。啊，咱也要甲大家报告吼，咱最近那成立一个叫做财务心计、财务心计委员会。咱的钱现在拢是安怎？无共无款，啊，无共啊。用于其他的人来给咱捐款，啊，无讲用去甲美国申请，啊，美国来给咱赞助，这拢甲即马拢无，所以咱啊要咧想讲，以后若有这样的收入，咱要做甲透明，和大家拢知，咱若惊讲有人若捐啊，愿意捐啊捐献，吼、哦，还是咱向美国有关单位来申请，因为伊晓三笔基金，较早台湾美国拍啊轰炸台湾，因有一笔基金。啊，吴国桢迄阵啊，吴国桢迄阵啊，是台湾政府嘛，台湾政府的主席，拢无去申请啦，有一笔基金嘛。啊，我咧想，咱迄应该得用的，咱想要来甲申请，希望因我来甲斗三工。啊，咱现在已经有建立。财务审计委员会，若有基金入来，咱财务审计委员会有各州啊单位啊来成立，即卖现在有11个成员，啊，这个成员，吼，啊，迄、那个主任。啊，迄、那个审查主任委员，咱定一个啊，算讲制度是定一个办法，和参议院的院长来主持。啊，迄就是参议院，就是要来审查
各单位的预算的编制，啊，搁要来监督因开销安怎开啦？真正要好做个安怎透明？唔是讲像流氓政府安尼，因为咱的观念就一块要当做两块用，吼、哦，一块一定要当做两块用。后来，即马讲会计制度吼，啊，会计制度啊，这重要性，咱也是会计制度是一个理想加啊标准，内部控制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吼、哦，啊，过来，这主要要啊控制是要做啥物目的啊？要来防止这个财务报道的舞弊，啊，加这个侵占这个资产啦。这主要是要做这个动作，啊，即摆要来介绍一个例啦，甲内部控制有关的例，啊，那甲金钱有关的例，吼、哦，予大家知影，这个事件大家拢知，这叫做六三三啦，吼、哦，啊，六三三，咱刘邦清华那讲，讲。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要豁免钱。美国安怎讲？美国里头违反因遐法律，甲扣起来，手甲扣起来。啊，咱讲较紧的吼，时间的关系，咱一个例子，这拢是违背啥？迄个内部控制，因为内部控制做了无好，才会讲一个处长遐大的人。家己领钱，啊来予这个啊，迄、那个职员，迄、那个伊迄个雇佣的人，哪有可能这个制度会得存在伫咧？你要领钱，哎、啊，你都去啊出南领都好啊，那去诶、处长咧发钱，制度拢唔对吼。啊，咱咧讲制度甲这个内部控制拢唔对。哦，啊，这你看，遐大咧，遐厉强咧，这拢甲外国啊。嘿，中国官，啊，拢去用扣去呢，扣手扣，你看，看较紧呢，你看，扣手扣，啊，佫穿防弹衫呢，吼、哦，因讲啊免，美国要办听证签啊，那个听证啊，听证会，伊讲唔免啦，唔免啦，认罪协商，佫要紧转来，美国若无转来，佮关呢，关两个月才帮伊转来，啊，恁都不是主权，我们是占领的，啊，你要佮伊讲。好、哦、啊，这就是咱会了解嘛，吼、哦，好了，啊，过来，我那会要甲这做例子，这都内部控制做了无好啦，啊，干咱一个啊，咱讲董事长的秘书尔，啊，伊都发到，领8000多万，吼、哦，啊，这都是啥，内部控制做了无好，吼、哦，啊，过来。啊，咱过来，啊，下来，啊、哦，下，哦，啊，这拢是啊，迄、那个无遵守会计制度啦，吼、哦，啊，你看这，这那要甲大家安怎讲，你知影？大家拢袂使犯错啦，现在是电脑的时代。要查多一个人，你若有犯错，还是你若做记录，足明显的拢有啦。所以讲，有诶要查我诶资料，足简单。讲张文燕教授拍落，Google、雅虎，啊，都足清楚啊。啊，这都实在啊。所以讲，大家袂使犯错吼。啊，我看因为时间上诶关系吼，有一寡例子，我怎安尼加掀。哦，啊，这拢甲大家啊，袂使甲大家讲，袂使做错代志，就是安尼啦。啊，这那是拢，吼、哦，真对咱来讲吼、哦，啊，就这案子吼、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哦，我报告啊，甲这个所在吼、哦、啊，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谢谢，多谢。자결립결례효근4분중